유화. 你这是不删减的，依稀尚存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等一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是我来吧。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给刮破了，所以着急给他剥。这是一华给你做的？哦，对啊。 宝浩的衣裳都破了，我再给你买件新的。那个，你就给我缝两针就行。我的手只拿金针，不拿绣花针。裤子就在前面，你自己去吧。啊？我对英英并无男女之情。 你怎么也跟着瞎胡闹？他是很好，但不是我要找的那个。易华大夫到底哪里好，能让你这么痴迷？比起玫瑰的娇嫩，我更钟情于绿萝的率真。陈天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。 我也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朋友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在你心里只是个泡影。快迟到了，上车。坐稳了吗？啊。 你的整颗心都会被他所吸引，为他着迷，为他牵挂，为他脸红心跳。干嘛呢？啊？犯傻呢？你喜欢的话。 林佑肯定会喜欢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先去机房了，林佑还在等我去做小组作业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菊。你一定要成功啊！到时候请你们吃饭。我怎么发觉你最近突然特别黏我？春郎。 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。我也是。如果没有你的鼓励和支持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熬到现在。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就是不能接受我对你的感情。 逗你玩的，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。如果没有你和十一的话，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我都不想失去跟你和十一之间的友谊。你和十一呢，永远都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这三年，你也没少想我。你真是口无遮拦，活该你受苦。是，我倒不觉得苦。 其实，我师兄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适啊？舒静蓉的待遇跟楼中其他人一样吗？听雪楼。 只论功绩，不论感情。在你心里，根本就是在乎那个舒静蓉。
本就不是什么龙府之人，而是他。我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，我也试着想去经历一番，经历那些刀尖舔血的生活。总有一日，我会取代他在听雪楼的位置，也会取代他在师兄心里的位置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快醒醒！我在做什么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这些年来，我对楼主是何意，你们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可我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位置，与其被他忽视，倒不如毁了此处，让他失去他最爱的天雪楼。身边早就已经没有小台的位置，我对你而言不过就是一无所在。我在这听雪楼里甚至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。你跟我说到底是兄妹一场，但我要你知道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池小台一定要让你陪在我身边。这么努力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谁，你不清楚吗？从小到大，我心里在乎的人只有你一个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是因为莫非吧？你真的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眼里心里都只有莫非。你为了那个女人，你抛弃了我。你这么说不合适。莫非她现在是我女朋友？女朋友？她凭什么是你的女朋友？她了解你吗？她知道你需要是什么吗？她能帮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能在事业上帮助你的只有我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为什么感情一定要和事业搅和在一起呢？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。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有才华就变得贪得无厌，但是在我这里根本就是微不足道。既然真的这么微不足道的话，那夏总监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想要把我从唐总身边弄走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明轩需要的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他肩上背负着多大的重任，他跟你在一起完全就是浪费时间。想嫁给明轩的人从明远已经排到黄浦江了，我劝你识相一点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认真的。雪玲，自从这次在国内重新见到你之后啊，我才发现我内心里面对你的情感从来就没有减弱过。以前啊，那是不自信，不敢去表达。可这次，我不想再错过了。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陪在你身边，能够照顾你的机会，行吗？